而且他实际上是看过，我看到是看过，但他没有反应啊，啊他没反应，啊、我想要，这不像他嘛，我以为他没看到。彼此搞神秘啊！这也是难，我就担心我会泄露。他才讲的最好玩了，我看到那个 email 可是没动静。我说这几天好像没有动静嘛，对呀、啊，他们是说要照相，我就说好吧，那就照相吧。他今天早上又说。去秋红谷照相，我说 OK 好，就去秋红谷嘛。那没想到他今天早上起来跟我说，他起得很晚，他说要到楼下去开会了。我说奇怪，到楼下开会，开同学会，开会什么？我不知道嘛。我说奇怪，今天要照相，为什么要去开会呢？就等啊等，他说要等他上来，然后一起出去开会嘛。然后我那个 Eric 就说。我们就要等爸爸打电话回来，说什么时候开完会，我们就再出去。我们说好吧，等爸爸打电话说上来说，他们说我们先到三楼去一下好了。我说好吧，可是到三楼去可能找他就一起到秋红谷嘛。没想到一开门就看到你们了。哎呦，梦幻啊，这叫梦幻团聚。真的真的没有想到，哇塞，你们心跳一百八呀，还不敢吭气，没有不心跳一百八。我跟你讲，阿美，你是没有沉潜了。我跟你讲，有一次我是70岁的生日嘛，他们也是搞神秘。你搞错了吧？你哪有七十？我那时候是4年以前，我现在74岁了。结果我媳妇啊，就在那个凯悦给我们搞神秘啊，就说是要请我吃饭。好了，一进去以后就开始哈，从那天一进去我太感动就开始哭，就所有的上面眼睛都肿的难看死了。我觉得阿飞比较稳，阿飞都没有哭，我刚才以为他要哭了嘞。我也以为他会哭，真的，我们想跟他一起掉眼泪，不让我们掉个球。他太高兴了。那个陶南差点穿帮，那叫幸福快乐的眼泪。那陶南说：“哎呀，那你来了，赶快给阿飞 Skype。”我说：“不能，我说这个要泄密的。”阿飞是属于那种掩饰感情的人，他不会表露他的感情，真的啊。我记得他 AB 型的，我说你是不是 AB 型的？他对，哦，厉害。你这个是中国人的思维。你外国人的话，你要说你什么血型，他说你血型什么能够没有？你不能血型来判断。不是，还有你星座。又来了。你几月的嘛？1月的。啊？1月。好了，在座的都是爱阿飞的，容易他开心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工程人物，我们那些花啦。还有那个一个小的那个两个人那个小新军的那个啊，都已经军经手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选他做会长了啊，这个大护士是会长规定，旅游会长是你呀，你看什么会长都是你了，大护士是。